那个铁圈是放草料给牛吃的。还有这个他们养的动物，是马还是牛还是驴？这个最左边的是驴啊。啊，驴，美国也有驴。看看这个驴，哦，吓跑了。这边是牛，是什么牛？这应该是、奶牛。这驴已经不怕我们了。驴，驴，驴，你叫驴，你知道吗？懂中文吗？不懂中文，学一学。知道。哦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还挺好客的啊，看我们来欢迎。你好，你好，驴。可是没给你带吃的了。对呀、喝点酒，啊，可能不缺酒喝在这儿。我把买的酒给你喝算了。哟，还喝水呢？人家喝水不喝酒，人家喝水。又来一个驴。哦，这个驴也过来了，这个白驴，这俩是一家两口子。大爷喝水吗？哇，他俩还挺亲热。哎呀，看样子是一家人。哈哈哈。都是母的。啊？母的？那姐妹母女俩也不对。都渴了，要喝水。然后这个是吃草，哎呦，这个吃草，吃完草喝点水。OK。哦，继续吃这种草。驴也是吃草的，驴也吃草。那当然了。那跟都是食草动物。都是吃草的。哇，吃的挺香。你们是吃中饭呢，还是吃晚饭呢，还是吃点心呢，是下午茶呢？回答。不理，继续吃。这个驴也来了。哎呦，这个驴也来了，都挺爱上镜头的哈，长得挺好看的，丹凤眼，看看你的眼睛，哎，别把我的手机弄坏了哦。眼睛很漂亮的。哎，两个驴。哎呀，在美国第一次见到驴哈，马见了不少，这家还有驴，真不错。啊？哦，搞活动就是见识各种各样的动物。驴们，驴你好，没见过中国人吧？哈哈，跟着你走。驴，哇！它就不理你。哎呀，这个驴。对，牛不理，牛那个见的多了，这驴第一次见中国人。他们心想，你们是谁呀？怎么没见过？驴在中国驴很多的，知道吗？讲讲中国的历史给你听，要不要听？听啊。那个小牛来了。啊？哪个小牛？喝水的那个小牛。哦，喝水的牛。牛不稀罕，我们喜欢驴。好，等会儿去拍。小公牛。好，喜欢驴。这个小牛，小牛刚喝完水，小牛有点害怕我们，不会伤害你的。哈哈，走了，找他妈妈去了。妈妈在哪里？在那儿。哦，妈妈在那边。哦，有时候可以一次生好多。这个牛。好可爱哦！哎呦，这是一家子，这牛，哪个是他妈妈？这个还跟他亲一眼，还舔舔。计较这个大牛，那小牛是他，那个牛是他什么人？还舔舔他，那到底哪个是他妈妈？
可能是这个是他妈妈，他肚子里好像还有一个，另外一个大的可能是另外一个小牛的妈妈，他们不晓得什么关系。你看看对他的舔犊之情。嗯，哎，你看看，好爱他。哎呀，这叫舔犊之情是吧？就从这儿来的，老舔他。哦，好可爱。见过中国人了吧？哎，我们是好人吧？哦，听懂了。嗯，你也不错，挺友好的。那么再见啊，你是不是从中国来的呀？哦，有可能。你看他。对我们都很友好，耐心的听我们说话，对吧？嗯，好好吃草吧，吃饱一点，长得壮一点。好，再见了啊，下次再来看你啊。看见这些可爱的动物们，不虚此行。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